这是一个非常漂亮而又非常简单的设计，可以用来做壁面上的凳子或者架子，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，用的时候再展开。这里需要有一个机关来对它进行限位和锁紧，这个机关非常的简单，这是它的主要零部件，只有两部分，由一个螺栓连接起来，螺栓是标准件，而那两部分可以用型材来制作。我们需要做的只有把型材切割几刀，焊一焊，打几个孔，错一错就可以了。